刚刚离开 TVB 的前一届胡杏儿，除了事业上不愁没有人问津之外，自己更与朋友合伙开了自家品牌的婚纱店。而最值得开心的事是感情上终于找到好归宿，与金融才俊 Philip 爱的甜蜜，偶尔也被网民拍到跟男友光顾平民餐厅。也许是深知跟男友的关系已经得到各方认同，胡杏儿近日在社交网上晒出一张跟男友拍拖的背影照，她更肉麻地用英语留言表示，你走进我的生命里并接受我的一切，即使你要面对这么多不公平的负面消息，你还是微笑和我一起走，给我这么大的信心、尊重、笑声以及最重要的爱情，谢谢。由于日前胡杏儿为婚纱店剪彩时被出席剪彩的一众好姐妹抱她很快结婚，网民见到胡杏儿晒合照晒得那么深情，除了纷纷送上祝福之外，还推测胡杏儿是否预备宣布结婚。优酷全娱乐综合报道。刚刚离开 TVB 的前一届胡杏儿，除了事业上不愁没有人问津之外，自己更与朋友合伙开了自家品牌的婚纱店。而最值得开心的事是感情上终于找到好归宿，与金融才俊 Philip 爱的甜蜜，偶尔也被网民拍到跟男友光顾平民餐厅。也许是深知跟男友的关系已经得到各方认同，胡杏儿近日在社交网上晒出一张跟男友拍拖的背影照，她更肉麻地用英语留言表示，你走进我的生命里并接受我的一切，即使你要面对这么多不公平的负面消息，你还是微笑和我一起走，给我这么大的信心、尊重、笑声以及最重要的爱情，谢谢。由于日前胡杏儿为婚纱店剪彩时被出席剪彩的一众好姐妹抱她很快结婚，网民见到胡杏儿晒合照晒得那么深情，除了纷纷送上祝福之外，还推测胡杏儿是否预备宣布结婚。优酷全娱乐综合报道。